前段时间有在健身，已经禁言了嘛。如果他非要硬塞给我，我也是可以接受的。这是付费答案。当红爱豆真心话三千问题大冒险，鱼罐头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周震南。上次在我们专访上说新作品快了，到现在已经过了10个月，对于这份效率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新作品啊，快了快了快了，真的快了。10个月挺快的吧，我拍了 MV。粉丝说周震南的一切浪漫都有迹可循，作为漏勺浅透露一个曾经预告过现在还没有被人发现的小巧思。什么意思？今天不是首唱会吗？然后就跟他们说照片不能泄露出去，因为有官司。这个能说吗？因为有官司，有官司。还有好多，其实纪录片，还有一个冒险片，那个放了吗？那会儿没放呢。不知道咱什么时候排播。那就纪录片。那今年夏天还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吗？既然是惊喜，就不便透露了。可以悄悄透露给我们，我们就透露给他们。惊喜就是，我不想当大路上了。一直以来都很惜命，在决定跳伞之前给自己做了多久的心理建设？第一次决定去跳伞不是我决定的，是朋友帮我决定的。用一个理由说服路人都来听你的新专辑，你会如何安利？随缘，有些东西你安利了也没有用，有些东西你不安利它就来了。那会不会说让你的朋友什么的，比如说我请多转发我的新专辑量？其实不会，但是有好朋友，你像姚晨他会自己想要去帮我宣传，他会自己转。最近有没有做刘畊宏男孩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健身成果吗？前段时间有在健身，我已经瘦没了，我已经掉没了。之前不是说健身眼睛会变大这种，有成效吗？现在还有吗？哦，我这个左眼最近一直不太对啊，它一直双眼皮，这是健身的问题吗？健身也有可能导致眼睛会变大，很不认可的样子。健身挺好。那我们一会儿试一下，我们的 flag 已经立下来了。觉得自己和粉丝互怼，一般获胜的概率是多少？为零啊。已经禁言了嘛，没有还嘴的余地了，还嘴的余地了，余地了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印象中被怼到最哑口无言的一次是什么时候？禁言啊。那像我们有时候被怼嘛，回家以后会觉得越想越气，说啊，我为什么没有怎么怎么样？怼了就想好一串话，但没有办法发。你会有这种情况吗？禁言了，禁言了。最近喜欢上了开直播，三威会不会因此失业？他不会的，他很勤奋，你干啥他都在拍你。我觉得我这辈子最丑的时候就是在他摄像头里，对，他也不找角度，他就图个真实。然后最后也就发出去了，你认可了？我有不认可的余地吗？新发色被粉丝评价是从天上下凡的仙子，表面谢谢你，实际内心的 OS 是怎样的？也不至于吧，我觉得还好吧。所以你是不认可仙子这个名号的？如果他非要硬塞给我，我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家里的两只猫最近一次做过的妈剑打行为是什么？杯子吹碎了。就是他们俩平时就爱互相打着玩，有一只猫呢就比较容易掉毛，就特别容易掉毛，是一只白色的猫嘛，然后呢就打得满地都是猫毛，全是纯白色。这可能是他们男孩之间的玩乐方式，完了最后跑着跑着就把杯子吹碎了。那你有没有对他们做出什么，比如说惩罚我今天不给你小心试一试了这种？不教育我，我已经觉得万幸。之前说和家里的猫仅仅是舍友的关系，现在关系有更进一步吗？舍友好像不会把你杯子吹碎，对，还不如舍友。对对对。那你觉得你在家中的地位是排第几呢？第二吧。那只白猫猫还挺乖的，某一个就不太是这个样子。这样吗？它会这样，它会一直这样。挑战规则，本月主题健身大作战。游戏内容，基于最近的健身成果，要在以下几个高难度动作中选择一个完成，成功做出即为成功。一、叶问蹲；二、反手套脖子；三、两根手指做俯卧撑三个。叶问蹲，你见过吗？见过。然后第二个是反手套脖子，这样吗？第三个是用两根手指做俯卧撑三个，这样。你可以在其中里面选一个来完成。反手薅脖子是吗？套脖子。准备好你的手像这样，反过来然后掏。怎么可能？谈个成功。不对，不行，应该。
叶问敦吧。叶问敦很容易啊。嗯。Lady Go。OK。One two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。One two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。不考虑了。挑战规则：饼干内藏有若干答案之书的答案，一人提出一个问题，并抽取带有答案的饼干，拆开饼干获得答案。如对答案不满意，再拆下一个，直至拆出满意的答案为止。需要吃吗？接下来的环节是什么？真是一个好问题呢。这是付费答案。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，就回答的特别宽泛。你对这个答案满意吗？一般了。那你可以再拆一个，拆到你满意为止。我满意，我超级满意，我很满意，我只能。Nice。一罐创意，罐罐惊喜，有趣有料有爱的摸鱼新姿势，尽在鱼罐头。大家好，我是周震南。鱼罐头。一罐创意，罐罐惊喜。